痛，我就在想，不容易，那么远开了还干嘛去？那检查就没法干活儿，他肯定是第二天走的。对，他第二天走，他妈，他一出来就没时间了。对。你想他今天下午3点多已经到了，凤已经到那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就是说是2点多就出来。嗯。他今天回到家几点？你算一下。他九八点离开那里。嗯。是不是回到？